大家好，这里是灵动生活。天气变暖，繁花盛开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技巧是，让我们的手机里也会樱花飞舞，非常的漂亮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借助一款软件，稍后教大家如何下载。当我们打开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有许多的特效，有樱花、雪花、或气泡音符等等。我们把这特效的开关打开之后，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对勾，它就会显示。这样的话，樱花就出来了，满屏飞舞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打开微信的时候，它同样不会受影响。软件的名称我会显示在屏幕上，大家可以通过应用市场搜索下载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更多精彩请关注灵动生活，谢谢。